首先跟大家来讲一下，也跟大家说一声祝福。我们佛期当中已经进入了第三天，大家也发心来受持这个八关斋戒。确实啊，值得我们来为大家祝福而恭喜。这八关斋戒啊，这八条的内容，曾经过也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了，从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虚狂疑、不饮诸酒、不歌舞作业、香漫图财、不坐高广大床、不非事事。我也相信大家对于这八条啊也蛮熟悉的，也懂得怎么样去修持。只是这八条有几项啊，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在现在这个时代，科技发达，带来给我们很多的方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把它应用啊，会造成自己的祸害。因为人的欲望啊，是每一天每一天的增长。学佛的用意就是要如何把这个欲望每一天每一天的降低。所以十方诸佛如来度众生，首先先把六度波罗蜜啊作为一种方法来断除我们种种的烦恼。学佛的人应当要从六度波罗蜜啊下手，才能够懂得对我们的烦恼啊能够慢慢的断除，而证得无上的菩提。我在这里啊不需要跟大家讲的比较详细，因为我已经曾经过跟大家讲过了，只是在树木一下来跟大家提醒啊，有几项的我们持戒的人该开源的时候可以开源的。因为持戒啊是一个很活泼的，不是死板的。比如说不坐高广大床，现代的时代哪一个床啊能够像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不坐高广大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我今天坐在这里不是犯戒了吗？这个椅子很高，对不对？
看我们的智慧。那比如说现在冬天，我们冬天的时候很冷，需要一个很厚的棉被才不会身体着凉，在戒律里面可不可以？很多说法。所以该开眼的时候可以开眼，但是要如理如法。比如说有一条不歌舞作业香漫涂彩，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制定这一条？以前也没有卡拉 OK 啊，也没有什么电视啊，在森林里面哪有跳舞的？为什么制定这一条呢？就是看我们的本性。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可以讲，可以说了哈，我说假如，我说假如而已，很多人可以说，很多人呢、来到跟我讲，师父啊，我现在啊一天不见到老公没关系，但是一天不拿着手机我很痛苦。现在我问你们，不管你们在睡觉或者在吃饭在走路或者在买东西或者在看电视，哪一个人不拿手机的请举手？才一个人呢，你看现在这个手机啊比我们的生命更珍贵，你说对不对？一旦手机不见了你会发狂的。那这一条里面我们来说，不歌舞作乐香漫涂彩，以现在这个科技来说我们需要，但是我们不能过于执着，因为造成而人的烦恼。它是一种工具，没有坏也没有好的，只是人怎么应用而已啊。你看现在的人把这个手机当作自己的生命，超过自己的生命了。那我们今天受八关斋戒的能不能拿手机？有时候该做的拿去做，不该做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放在一边。因为八关斋戒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一日一夜，我要来学佛，我要来培养如何心能够得到的清净。手机看多了啦，事情就多了，事情多了心就不干净，心不清净了，障碍就来了。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修行，才不会浪费时间。那像师父现在用手机有两只手机，有人说啊，师父你的事业好像比我们更大，没办法，事情太多了，现在整个印尼佛教的信徒很多，整个国家出家人不到100个人，最近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资料啊，将近86或者87位。所以啊，
到五处要去弘法，把这个佛法教义的精神能够来介绍给大家来分享。那手机我们受八关斋戒能不能用？可以，但是不能过于超级，会影响我们修行的清净心啊。所以不歌舞昼夜香漫涂彩这一条有种种的，比如说化妆啊，八关斋戒还需要化妆吗？不需要。化我们讲啊，怎么化出来啊，不是一样？你现在你好好来学佛，培养你的慈悲心，就如同大地藏菩萨本愿经有一条，就是大慈悲光明远。你能够培养你的慈悲，用慈悲的心态来服务自己，来对待一切人，你是最完美的一个人，那个是真的。大家你看看我们的观音像，观音菩萨漂不漂亮？很漂亮的。你看世界选美女啊，真的她是最美的吗？不见得啊。中国有13亿人，台湾有2000多人，澳洲有2000多人，印尼有2亿多，选择20物柜，然后选择它是最美的，有这样的道理吗？没有啊。谁最美的？你们最美的。哦，这个是真实的吗？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培养慈悲心对待一切人，那个才是最美的人生。虽然长得不好看，显出来的就是最美的。你看观世音的像，每一个人看到观音菩萨的像，我们不要说别的，看阿弥陀佛的像，你的心里是怎么样的？安慰的，有一种爱护，有一种依靠，有一种归宿，好像有人在保护我的，这个就是慈悲的力量的。所以佛法里面所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八关斋戒里面啊，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修持，要用智慧，不能用感情。我们现在都是以感情用事，我们应当以智慧来看事，这样就对了。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现在的人真正的想要来学习，来修养，来学佛已经不多。那我们这个道场能够维持这个样子啊，已经算不错了。一定要维持下去，让这种的气氛啊带给大众。那我们这样建道场是对的。如果建道场为了这个道场完美漂亮，搞热闹，为了要拉信徒，为了让名闻利养，为了要扩大自己的自私自利，这个道场你不用去就好了，好好在家里念佛，不用去，去也没有用。所以这种的气氛我们一定要维持，让佛法给大家应用在生活里面，
让佛法在生活里面能够一点一点的去体会，这样学佛才有用啊。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这八条戒里面有各有可以开源的，比如说不非时时，就是过午不食，我们是以时间作为标准，12点过了，我们就不能有对于食物的这个观念的念头能够去避免。妄念少了，我们的分量啊，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就降低了。妄念人的多，所以食量啊就越多。那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妄念能够在生活里面一点一点的去体会，那我们用念佛的手段来帮助，再加上以持戒的手段来成就。所以有时候可以开源的时候就开源哦，不非时时这一条，如果我们的身体有一个障碍没办法维持，你就可以开源，没关系，不用执着，一切法重新想生。怎么修呢？大家看着办。好啊，其实啊，这个八关斋戒啊，大家应当也了解了，我是自借用八关斋戒这个时间，短短的时间来跟大家讲讲佛法。我们现在好像聚会一处，我们来研讨这个佛法，我们修行的过程哪一个地方不对，哪一个地方需要反省的，哪一个地方需要精进的，我们用佛法来解决。因为佛法的内藏藏着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藏着一样的东西，比世界上的明珠更宝贵，是什么呢？就是智慧。有智慧的人不会犯糊涂，有智慧的人不会去造业，有智慧的人每一天用慈悲的心态怎么样对待自己和来对待别人，这个是智慧。有智慧的人看一切事，人都是跟我一体的。有智慧的人看一切事，一切物，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既然跟我们是一体，见虚空变法界是一体的，哪来对众生的伤害呢？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求智慧。世间人讲的，我要求快乐，我要求幸福，我要怎么样幸福，我要怎么样快乐，从智慧下手。啊，智慧从哪里来的呢？持戒而得定，定而开慧，这个是一定的道理的。所以默许借用这个八关斋戒的时间，短短的啊，来跟大家讲讲佛法。因为默学对学习的过程啊，日常生活以佛法来处事待人接物，以慈悲来看待一切人，
对我自己的利益都非常之高，所以生活很自在，有就有，没有随缘，不用勉强，怎么勉强也没有用。为什么？心里面有福报就有这个能力，没有福报不用勉强，会很辛苦的。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我现在常常把这一句话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把这一句话应用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的生命会更好一点，让我这个生活每一天过得，每一天过得幸福，过得自在，就是每一天告诉自己一切随缘，随缘一切，这样能够获得自在。我每天就是这样 跟自己讲的，一切随缘就好了，不要勉强，命里有的会有，命里没有的莫强求。所以墨学用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时间，短短的几分钟，来跟大家分享佛法的完美。完美在哪里？把我们内心的美德发出来。内心的美德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的慈悲心来对待一切的人，才能够过得完美。现在的人缺少的就是这一个，看到人记得我对你很爱你，对不对？你看老和尚常常讲我好爱你呀，很多人说咦，老和尚会怎么讲这一句话，怎么会爱我呢？老和尚的意思，我对你，你对人要有慈悲心。你看一个人，当一个人跟我们说我很爱你的时候，你心里会很幸福吗？你用我们的理智啊，去反应一下。比如说有一个人啊 ，OK 啦，我们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年轻的时候啊，有一对年轻人互相恩爱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女生，我好爱你呀。你们的接受是怎么样的？虽然前面的是老公有牛粪呐、啊，虽然的前面呐、啊，看到说一份的牛粪在我们的眼前，你会把它看作变成怎么样？一朵花，对不对啊？为什么师父会知道这样的事情？因为以前我经过这个事啊。啊，有人跟我说，师父，我好爱你的，我心里啊，好幸福，好快乐。哎呀，什么事情都很幸福，很快乐的。那一种心态，你想一想，比什么样的金钱能够买得到吗？买不到的。这个慈悲心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他的精神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在此地啊。要不然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有西方三圣，有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先告诉你，你要学慈悲啊，慈悲下落落实在生活，智慧就开了。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代表。那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人跟我们说我好讨厌你啊，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我不喜欢你，你走我远远的一点啊，你走我，离开我远远一点，不要接近我，我讨厌你的。你们的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
有没有人家跟你说，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有人跟我们说，我讨厌你啊，我这一辈子恨死你的，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心里难过。菩萨都不会这样的，菩萨不管人对他好或者不好，都是一样，都是自己的。所以默许为什么要把这个八关斋戒啊，让大家好好来学习，没有别的，为了你们自己好。而且八关斋戒的功德是最大，是什么？将来能够帮助我们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教我们能够证得无上菩提，成佛之道。所以八关斋戒是十方诸佛如来教化众生功德之母，就是这个道理。那我有时候在想，我们有时候啊，是在追求什么呢？我们在追求什么？有人跟我说，师父，我这一生当中的追求能够让我得到比如说美金3000万，我这一生当中已经很快乐很幸福。真的吗？有一些人我就问了，你的幸福建立在哪里呀？那我现在问你们，你们的幸福建立在哪一方面？念佛，念佛真的会让我们很幸福吗？会吗？真的吗？那个是因为你会念，那不会念的呢？你看你们的脸，一个不像样的一样啊！喜欢会念佛的人啊，就像阿弥陀佛一样，每一天都是微笑的。我们呢，自己很清楚。那有一些人问了，你的幸福建立在哪里？有一些人说，师父，只要我能够达到我想要的东西，我是最幸福的。真的吗？只要我很多钱，我是最幸福的。是真的吗？不见得。人的欲望啊，就如同海水一样。海水你会感觉很咸吗？很咸。从来都不会干的。这个是人的欲望。所以一旦我们喝到咸水的海水，你会感觉很苦。就是这个道理。人的欲望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既然这样能够让一个人很幸福的话，那世界上都不用讲了，只要有钱就快乐。真的有这样的吗？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你们去看一下历史上记载，比如说梁武帝的皇妃，梁武帝的皇妃什么都有了，要地位有地位，要权有权，要权力有权力。梁武帝最宠爱的就是他，但是你看到最后堕在畜生道，而且生在一个蟒蛇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自己的欲望。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学佛首先要听话，就是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记得六度是我们修行的为本。所以六度第一条，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你，哎，你要布施。为什么要布施？因为世间的种种的烦恼，我们世间人的种种的烦恼从哪里来的？从贪欲而来的。我们今天念佛不能成就，而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不能证得所祖师教诲的，是什么原因？对世间的贪念永远放不下，所以产生种种的困扰与烦恼，让我们生活非常的痛苦。所以布施就是教我们用布施的心态怎么样来付出对于一切的众生，道理就在此地。所以释迦牟尼佛把六度第一条布施，然后持戒，讲得非常的详细而非常的之长。你有这两条的基础，你需要什么？需要忍辱，有忍辱才有精进，有精进才能够得禅定，禅定一得，智慧又开了。所以六度少一个是不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说，我们在追求什么？人的幸福建立在哪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建立在我们有没有觉悟，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有觉悟，我们就明白都是空的。再过十年，你想一想，现在你们大概几岁了？再过十年，再过十年，再过十年，有没有？有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带得走？没有的。所以以前皇帝啊，有一个皇帝还没死之前呢、啊，把棺材啊挖了四洞，然后把他的脚伸出来，然后把他的手伸出去，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来空空，去空空，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为什么要学习随缘而不攀缘？这个就是我们最高明的智慧，这个就是智慧。什么叫做智慧？这个就是智慧。你念佛念得清净，这个就是智慧。所以最后跟大家讲过，释迦牟尼佛曾经跟阿难说过，佛无二缘，佛是男子，经法难闻，如数有福，今得是佛，当念报恩，颁宣法教，示现人民，为作福田，现者得职，后生无忧。这一段经文讲得非常好。佛无二言，二言讲的就是不老实、不诚实、虚伪的，对于一切人都是不虔诚、不恭敬的，这个叫做二言。佛从来没有二言的。佛怎么样对待一切众生，就是以虔诚、很恭敬的心而来对待一切众生，所以他的福报很大。这个佛告诉阿难尊者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学佛的一种福报，学什么呀？无二言。无二言就是对人要恭敬，对人要虔诚，对人要诚实。现在这个社会缺的就是这个最大的毛病，人与人的相处、处事待人，互相不守信用。
只要你有对我什么好有利益的，我拼命的怎么把它占光。只要你对我没有什么利益的，那你不是我的好朋友。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佛堂学什么？虔诚而恭敬，对自己也好，对一切人也罢，都是用这个的态度。释迦牟尼佛又告诉我们，佛事难得，释迦牟尼佛能够示现在这个世间非常难得。难得在哪里？有一个大善知识，把这个人生的宇宙人生的道理真相让我们明白事实，对于世间的一切法、一切事、一切物都是无常的，这个就是真理。那怎么说呢？时间到了因为师父这个时间很短暂能够跟大家聚会一处是一个很荣幸，我也很感谢我们的雪梨净宗学会请我来到这里跟大家谈谈佛法，希望以佛法能够应用在生活里面，那我们今天生活的价值就非常有价值。但是有时候我在想每次来这里跟大家聚会看久了会不会腻会不会真的吗？我很怕呢。所以我昨天跟我们的郑总该不该先去请别人然后偶尔来一次没关系其实我喜欢跟大家聚会一处，而且我们这个佛学讲座能够跟大家研讨是一种美德以后有这个纪念，将来离开这个世间，我有曾经到澳洲，然后将来又聚会一处，又在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在西方极乐世界又一起来修行，那个时候我们想就是我们说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所以只要你们看不会对我看见好腻那我就感恩了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护持我让我在这边跟大家来学习。接下来我们等一下要继续研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是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学习的。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